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9月10号、11号、12号，又是这个周末还是下礼拜一的周末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摩羯座，这个周末呢少除小人，运势上升。巨蟹座朋友呢是情人爱你啊，享受幸福。天秤座的朋友呢则获得了旧情复燃的好运气，浓情蜜意。两名星座今天特别小心，分别是狮子座的朋友，聚少离多导致夫妻口角。水瓶座的朋友呢，则是精神比较萎靡，要注意交通的意外。各星座今天的幸运数字颜色推荐给你：火象星座请你用灰色数字7，土象星座请你用银色数字5，风象星座请你用金色数字9，水象星座请你用白色数字3。